大家好，在这个微风和煦的晚上呢，你在室内有没有能感受到风？在这个宁静的晚上，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饭后消食的活动。谢谢你啊！这两位甚至会有丰盛的奖励。The first man's name was Kiki. He wore such little pants. 哎，火锅呢？哎，我们的火锅呢？我们的烧烤呢？哎，什么？我这边信号不好。不知道哇，互联网是有禁忌的，你到现在为止，我是火锅。那不是离发工资还有几天吗？等一等吧，马上就走了。他别扭之后回来之后，工资全部交给老婆了。对，他们不舒服啊。来，蔡轩。洗手剪刀量，洗手剪刀量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一个。你得选择。来，请第一、二位挑战者。是我们打的吗？还是说谁忘了就是什么？谁忘了就是什么？哎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跳啥，在想投给谁，你就站在后面。往下来，来，二位请闭上眼睛，觉得谁跳的好的就站上面。这已经很明显了，这东西我站他。有事吗你？站那儿。很少有站他。我要站他。好的，下一位挑战者，你们有五秒钟分辨这个歌从哪开始跳。来吧，哇，这个我这一拿了，我根本不行。哇，我输了！我可能会忘了，我绝对输，我真会忘。哪一段啊？哪一段？那都错了吧？怎么？剩下两个人，不，关键是他们加油，他们那个还加快了，就是我们俩，对，你们俩分冠军了，结果我们俩也错了，这个就没冠军了。哎，为什么刚刚抛了？我不知道怎么样。哎，他赢了，杨洋赢了，冠军，是这个吗？好像冠军啊！杨洋是冠军。我记得反正我是没手的，没有手都没手，好像都没手，都没手，都没手。哎呀，我这赢了，错了，错了吧？可以，错了。然后这个舞没有冠军。哎，
自己的舞自己没跳明白。划拳吧，划拳吧，划跆拳吧。只有两个一起吧。来当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冠军，冠军就在我身边。五十毛钱，这次选。完成一段广场舞对跳，并发到微博。勇士，勇士。我这儿有一款舞叫什么？我不需要。火红的萨日朗。
很好笑。他每个动作都是拆解给你。不是在啊，这个奖励挺不错的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奖励，可惜我的才能不够。你们选好歌之后，让输的那几位成员，哎，把音乐唱出来。好。OK。OK。加油，好好练。